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12月26日讯，今天 CBA 常规赛天津主场迎战广厦的比赛已经结束。全场战罢，历经一个加时，天津以136-133战胜广厦。天津全场99投49中，其中三分球36投14中，罚球29投24中，砍下136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单场砍下136分，创下天津本赛季单场得分新高。单场136分，也是天津队史单场得分的第三高分。目前天津战绩为4胜19负，排名联盟第18位。12月28日20点，天津男篮将迎战11胜10负的四川男篮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